文华殿大学士、吏部天官刘墉，自从跟乾隆皇上分手之后，他心中琢磨，黄玉田告的是户目，这户目可是一省的总兵，掌握兵权呢。倘若他心怀不轨，对皇上不利，不成，我得赶紧去。但是我去，有主意，我先上一趟扬州，找地方官借点兵将，把我往日的威风拿出来，就可以镇住杭州的文武官员，就可以唬住户目。所以他急忙赶到扬州，向扬州知府说明情况，借了500军兵，坐上八抬大轿，头上戴着三眼花翎，身上穿着蟒袍补褂，带着张成、刘安还有范梦婷，就奔了杭州了。好在路途不远，来得挺快。等到了总兵府衙门外，正赶上户目刚从地上爬起来。刘墉一看户目，气不打一处来呀。张成高声喊嚷：杭州总兵户目听真，文华殿大学士、吏部天官刘大人到。户目赶紧走到刘墉轿子前，垂手而立。张成甩凳离鞍下马了，轿子落平了。张成过去掀起轿帘，刘墉往下一走，面沉如水，看了户目一眼。户目赶紧上前施礼：下官拜见刘大人。这刘罗锅连理他都没理，毛着腰带着张成、刘安、范梦婷走进衙门，来到大堂之上，一看皇上在这坐着，赶紧叩头见驾：臣刘墉参见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愿我主万寿无疆。乾隆看见刘墉高兴了，把刚才生气的事儿就忘了。爱卿啊，免礼平身，刚才你说什么？愿我万寿无疆。嘿，不是爱卿你及时赶到，朕就早僵了。刘墉一听这话里有话呀，万岁你何出此言呢？乾隆在松鹤楼受了气，在总兵衙门又被兵丁挡住了，气儿还小得了吗？看见刘墉了，就跟看见亲人相仿，是无话不说，就把前后经过说了一遍。刘墉听罢之后哈哈大笑：万岁，您生的是什么气呀？这是好事，可喜可贺。哎，爱卿何出此言？万岁您想啊，这老百姓吃龙肉啃凤爪那是好事儿，他们把您放在肚子里揣在怀中，时刻不忘万岁您的恩典，难道不是可喜可贺吗？嘿，乾隆一听心说：刘墉啊刘墉，也别说外人管你叫刘转轴，就你这两片的嘴能把死人说活了。看着刘墉，皇上是捻然而笑：万岁，如果说兵丁不让您闯衙您就生气，我劝您您还别生气，人家这人做事对了。您想想，您跟石小霞二人乔装而来，人家不知道您是当今天子，把您放进府中您该生气了，说他们失职了。那御林军能够随便让人闯宫门吗？不是掉头之罪吗？刘墉这几句话说的乾隆云消雾散。嗨，还得说是我的刘爱卿啊，什么事他看得出来也难不倒他。爱卿你这话说的有理，虽然军兵挡我没错，可是他们一个个横眉立目，也跟户目平日骄横有关。刘墉点了点头。刘墉心说：我们干嘛来的？
来就是为护墓来的。万岁，护墓一事跟西湖一案微臣马上断绝，您连日奔波劳苦万千，请到后堂休息，不知万岁意下如何。乾隆也是真累了，毕竟是六十开外的人了，上了一把年纪，就觉得腰酸腿疼。好，就依爱卿所奏，护墓跟西湖一案由爱卿断绝，朕到后堂歇息，你就替朕分心吧。臣遵旨。就这一句替朕分心，那刘墉再说出话来就等于皇上说话了。刘墉一看皇上到后堂去休息，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小谕杭州各府官员，速来总兵衙门了结黄玉天打死护剑一案。遵令。有几个总兵府的旗牌官答应一声，出府上马去传谕各官。时间不大，文武官员全都来到总兵衙门，到大堂之上给刘墉见礼。其中布政使同昌、按察使于越也来了，也给刘墉见礼。手下人在公案两旁摆上侧案，所有的官员按品级而坐。刘墉一看全到齐了，来呀，速宣余杭知县黄山，黄山之子黄玉田，民女古玉莲，护墓之女护玉莲一齐上堂。遵令。几个人分头前去传话。刘墉又说了一声，杭州总兵护墓何在？按说刘墉这句话说出来，护墓应该马上跪倒大堂参见刘大人，没有，这护墓上哪儿了？护墓一看刘大人下轿，连理他都没理他，瞪他一眼，吓得是心惊胆颤啊。刘墉进去了，护墓一琢磨，冲万岁爷跟刘罗锅的神气，今天我是不好办呐。他们为的是西湖一案。哎呦，急得护墓在门口直转呀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护墓忽然间眼前一亮，救我者女儿也。这老家伙还真想对了，赶紧擦擦脸上的汗，直接就奔了闺女玉莲的绣楼。到了绣楼之上一看闺女，护墓心中难过呀，因为黄玉田走了好几天，黄玉田没回来。玉莲一看丈夫多日不归，又听说他的爹爹派家将去余杭县捉拿黄玉田，现在玉田是生玉田是死姑娘不知道，所以他吃不下去也睡不着觉，日夜思念，身体虚弱，容颜就慢慢枯黄了。一看见闺女这样，户部心中难过呀，儿啊。胡玉莲一看爹上楼了，虽然恨爹，但毕竟是生身之父，急忙起来请安，儿拜见爹爹。儿啊，护墓一难受，眼泪下来了，老泪纵横，儿啊，爹对不起你，让你受了苦了。儿啊，当今皇上跟刘墉刘大人已到杭州，那是为西湖一案而来呀，为父的所作所为儿你已然知道了，现在为父后悔已晚，当今万岁跟刘大人不会饶恕为父，望女儿看在父女份上大叫爹爹一命。说完话泪如雨下。护玉莲一看爹也是真难过，心中明白怎么回事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旗牌官在绣楼之下传出刘大人的口谕，
小姐的丫鬟赶紧上了绣楼，小姐，棋牌官前来传话，请您马上去大堂了结西湖一案。好，霍玉莲心里有数了。爹呀，我先去，您随我来，事情就放在女儿的身上。丫鬟搀着小姐下楼，霍母在后边跟着。霍玉莲来到大堂之上，往堂上一看，平日爹坐的地方现在换了刘墉刘大人，公案两侧坐着所有的文武官员，在大堂上还站着一位，在这位官员旁边站着一个姑娘，这个姑娘年岁跟自己差不多。小姐心里有数了，这位官员准是我的公爹黄山，这个女子那就是古玉莲了。她再一看，古玉莲身旁站着自己的丈夫黄玉田。小姐顾不得一切，走上前来拉住黄玉田放声痛哭。刘墉这么一看，黄玉田身旁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子，嘿，真是奇怪呀，长得一样一边高，天生一对，就地一双。刘墉点了点头，心中明白了，杭州总兵霍穆何在啊，卑职给大人叩头，赶紧跪下了。刘墉看见跪着的霍穆，用手一指，霍穆，你身为总兵官，镇守一方，不思爱民，纵子行凶，打死老丈，抢劫民女，余杭县之子黄玉天行侠仗义，见义勇为，为救民女，误伤女子，你就应该罢了，你不该倚仗权势派人苏县衙抄杀黄玉田，后来黄玉田打虎救了你的性命，你应该感恩报德，解释前仇，结为秦晋之好，你却不仁不义，不顾女儿终身倚靠，再次抄杀自己的门婿，而且把亲翁关进大牢，要不是黄玉田告了御状，万岁传下旨意交给同昌大人办理此事，那黄玉田早已然坠崖而死，黄山也早就被你砍头了，像你这种以权仗势之官，为了报你儿子之仇，不顾国家法度，肆意草菅人命，连自己的女儿也不顾，留你何用啊，判你死刑，来呀，摘下他的顶戴花翎。遵命。张成上来一巴掌，啪，把霍穆头顶上的顶戴打掉了。刘安过来，抹肩头，拢二背，就要上榜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按察使同昌站起来了，高声喊嚷：“刘大人，刀下留人，卑职有下情回禀。”刘墉赶紧冲刘安摆了摆手，童老大人有何见教啊？童昌站起身形，刘大人，护总兵纵子行凶，西湖打死老丈，抢劫民女是真的，到县衙门抄斩民婿也是实情，可是自从万岁传下旨意以后，护总兵已然有悔改之意，如果刘大人要把总兵爷杀了，那黄玉田岂不是没了岳父？再说古玉莲和霍玉莲同嫁黄玉田，霍玉莲是总兵之女，古玉莲乃卑职之女，这样一来卑职也就没有亲家翁了，还请刘大人留情，饶他不死。霍玉莲也跪倒在地，刘大人，我哥哥虽然在西湖行凶打死老丈，抢劫民女死有余辜，
但是他已被我父玉田打死，算作敌命啊。刘大人如果再杀我父亲，小女子怎么活在人世之间？大人，看在我的兄长已然故去的份上，请饶我父亲一死，大人请您开恩。刘墉看了看户目，又看了看户玉莲，哭得跟泪人似的。刘墉点了点头，户目，你可知罪吗？这时候户目早吓得成一滩烂泥了，张成打去他的顶戴花翎，他就知道脑袋得搬家。自己在杭州这么多年了，对同僚是专横跋扈，对待下属是蛮横无理，不管是同僚还是下属对自己都不满啊，尤其是同汤，对自己怀恨在心，就是恨自己不死。凭着我户目这人缘，能有人跟我说情吗？没想到同城真心实意请刘墉饶我不死啊，心里感激同城不为私仇，眼泪流下来了，这眼泪可是热泪啊。这时候刘墉问他，户目，你可知罪？就这一句话，户目明白了，他到底是总兵啊，二品大员。听刘大人这句话，就知道刘墉有饶他不死之意。看起来刘大人确实宽宏大度啊。虽然说万岁驾临杭州城，这刘罗锅说话跟皇上说话差不了多少啊，他要饶我，我就死不了了。赶紧冲着刘墉梆梆梆直磕响头啊。啊，刘大人，我后母犯下滔天大罪，罪该万死，死而无怨。后母啊，论你的罪过，本应杀你以正国法。今天看在佟大人讲情的份上，看在你女儿求情的份上，饶你不死。本官待万岁传旨，削去你的官职，退归林下，下堂去吧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户部一听削职为民，心中还得感激刘墉，赶紧退下大堂。刘墉一看户部下堂了，众位大人，西湖一案就此了结吧。余杭知县不畏强暴，微官清正，待本官奏明万岁，再行封赏。黄玉田年少英雄，武艺高强，行侠仗义，忠实可靠，可以担当万岁爷的五品护卫。杭州总兵一缺，暂时由老英雄沈钟馗代署。古玉莲为父报仇，大闹总兵衙，救出他的公爹，实为义女。户玉莲不计打死其兄之仇，主张正义，也是义女。古玉莲、户玉莲双双嫁给黄玉田，结为夫妻。列位大人，咱们到后堂喝喜酒去吧。同昌跟杭州的文武官员一看刘墉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，快刀斩乱麻，干净利落脆，这案子办完了，谁不佩服？刘墉又向乾隆奏明，皇上很满意。这样君臣就在杭州住了半个月。刘墉、刘世安陪着乾隆皇上转了六合塔，看了岳王庙，游了西湖，同时参观了江南的民间丝织业。看够了，也玩够了，这天皇上就跟刘墉商量，咱们还得前去私访，查访民情啊。这样刘墉跟乾隆皇上又扮成道长，石雷跟范梦婷扮成道童，够奔鹰潭查访。张成、刘安带着500官兵
在后边保驾。这一行人悄悄地离开杭州，奔鹰潭进发。君臣四个人走在小路上，乾隆就跟刘墉说：“爱卿啊，朕已然走得腰酸腿疼，想在此处休息休息，看前面有没有住所，明日再行，卿意下如何？”刘墉点了点头：“万岁，您说的太对了，微臣也觉得劳累了。”然后转身跟石雷说：“石雷，皇上上了几岁年纪，比不了你们年轻人，我们君臣坐这休息，你到前面打探打探有没有合适的住所，快去快回。”石雷答应一声，到前边去寻找住所。乾隆跟刘墉几个人就坐在山道旁边谈论这几天查访的事儿。等了半天，石磊才返回来：“启禀万岁，刘老爷，小人走出亭老远，才看见一座村庄，可以前去投宿。”“好吧，万岁，您起驾吧。”刘墉用手一搀乾隆站起来了，几个人跟着石磊顺着道路往前走，直奔石磊找的这所村庄。南方可跟北方不一样，一年四季山清水秀，一路上一边走一边观看风景。走着走着，石雷用手一指：“您看前边就是。”刘老官一看，前边好一大片村舍，周围全都是大树，只能有打树的缝隙中能够隐隐看出村子的青砖瓦房。刘墉心说：“这地方不错，山清水秀，树木成林，要能找着这样的地方住宿还挺不容易。万岁，您快走。”君臣四个人加快了脚步，走进村庄，到村口这儿对面来一个拾柴的老翁。石磊赶紧上前躬身一礼：“老人家，我们是出家之人，云游在外，天已然晚了，无处投宿，特到贵州借宿一夜，请老人家您行个方便。”“哦。”这个老头抬起头来看了看刘墉君臣：“你们是出家之人啊，留你们过夜我也不敢啊。看见没有，街中心有座大院子，你们到那儿去找庄主借宿，庄主看你们是出家人，也许能够行个方便。”刘墉一听这话里有话呀，走到前边：“无量佛，善哉善哉，老人家，你们这个村庄这么大，难道没有可住之地吗？这么说，房屋全归庄主所有。”老头听了，又看了看这四个人，看了半天，这老头才说话：“你们出家人早已然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借宿呢归借宿，不可乱问，免得招灾惹祸呀！啊，你们赶紧投宿去吧。”说完这几句话，头不回走了。刘墉一听，心说：“怪呀，这是村庄，住着人呢，没老虎啊，有什么灾有什么祸呀？你说的这么险恶，嘿，这地方我还是非住不可了。”刘罗贵一转身跟乾隆、石磊、范孟廷说：“皇上，你们二位听见没有，刚才这老者的一番话，看起来这个庄子里有毛病，怎么借宿一宿，话说多了还得惹麻烦，就从这个我刘墉还非住不可，看看到底有什么事儿。”乾隆听着点点头：“爱卿之言甚是，朕下江南为的就是查看民情，碰上这种事不查清楚，朕也不能心安。”“好，万岁，有一样
咱们借宿您这镇子可得免了。看来这地方毛病不小啊，庄主绝不是善良之辈，你要再称孤道寡生出事来可就麻烦了。然后又跟石雷范梦婷说，你们两个人可千万要当心，好好保驾，不许闹出事来，请大人放心。好，凭你们两人的本事我是放心了，可注意不许闹事。大人您就放心，我们两个人记住了。刘用嘱咐完了，就按照老头指的方向奔街心走。到了街心一看，路北果然有一座广亮大门，两扇门关着，上边有一排排的菊花大钉兽头的门环，在大门两侧有石头狮子，院墙一丈多高，青砖砌成，是磨砖对缝，这座宅院非常讲究，那没错的，准是庄主的院子。刘罗锅在外边看了看，走到门口手拍门环，无量佛善哉善哉，施主在家吗？刘用拍了三遍叫了三遍，没想到没人答言。